怎么撞的？巨无霸仙人掌插进挡风玻璃，驾驶险丧命。当地时间周三上午9:30左右，亚利桑那州卡塔利纳路山，一名驾驶行驶途中被一根超大的仙人掌反击，幸而逃生。根据西北消防局指出，这名驾驶是39岁的 Kai Scott， 他当时随意变换车道，这根巨无霸仙人掌刚好挡住了他老兄的路，于是驾驶就直接把他撞飞，结果断掉的仙人掌不偏不倚地插进了挡风玻璃里。匹马县治安官办公室正在调查整起事件。根据 KTVK 新闻台报道，车子严重受损，就是被 KO 了啦，挡风玻璃都碎了。这只叫做巨人柱的巨无霸仙人掌插进了车子，还有好长一截露在外面呢。亚利桑那每日新报报道，该男子因为精神不济驾驶与刑事损坏被捕。